你要不着急就错了，着急就对了啊。那咱们接着说啊，孩子的事儿，房子的事儿，这个两家看来都有一些意见是吧？嗯。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也不舒服呀？他经常对我发脾气。什么事儿对你发脾气呢？他是给他父母说要买房子的事情，啊、他把电话一挂、嗯，然后就冲我发火，哦，说我们没孩子就租一辈子的房子吧。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呀。妻子老让丈夫跟丈夫的家人说房子的事儿，丈夫一说房子的事儿，丈夫的父母就说孩子的事儿，对吧？对，说了孩子的事儿，丈夫就觉得有点晕菜，于是挂了电话就跟妻子说，没有孩子你就别想要房子，要想要房子就得先生孩子，是这意思吧？是，对对对。那你跟他发什么火呀？你自己去挣钱啊。父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老是顶嘴这样。他还会顶嘴呢？对呀、啊，他就说，你不买房子我就不生，也不去检查。还挺有主见的呀你，啊，生孩子是给谁生啊姑娘？给他生。那你要是这么想，确实也没办法了啊。好，除了这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就是，他单位上要给他买保险，要户口本儿啊。他想麻烦他姐夫一趟啊，他姐夫工作上忙啊，没时间过来。嗯，他对我发脾气。怎么了？你说。我们单位买保险啊，就是姐夫嘛有车嘛，叫他送一下嘛。嗯，我妈就说别老麻烦姐夫，然后我就说宁愿自己走路回去拿，也不麻烦他们。哦，你发脾气了是吧？是啊。你对谁发脾气了？对他。这就听明白了。就是在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他都对老婆发脾气，是这意思吧？是的，是这意思。你姐和你姐夫他们收入比较好吧？对，比你们高吧？对。你爸妈买了新房子之后，姐姐和姐夫常去看吧？对。这新房子是你爸和你妈买的，还是你姐夫和你姐出了点钱帮你爸和你妈买的呀？我爸爸他们买的。他们买这房子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开始我也不知道。等于他们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哎呀，这就奇了怪了，那这房子多大呀？60多平米啊，老两口住。那他们过去的房子呢？过去的房子在村里面啊，现在在那个县城里面买了一套。等于过去是有祖宅的是吧？有宅基地，现在在县城又买了套房子，是这意思吗？对对对。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爸妈的态度改变不了。我们过上我们的日子就行。哦，明白了，你要修正了是吧？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振奋起来，不跟他的父母纠缠了。你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是这意思吗？是的。你想要孩子吗？想。你们俩要了孩子谁带呀？我老丈人他们可以带呀。你老丈人他们带？你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啊？我爸妈。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了？没有了。哎，那你就入赘得了。我也想啊。后来怎么没入呢？就是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我打算把户口拿到他们家里，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你爸妈为什么不愿意啊？他说户口在农村有国家有补贴这些啊。哦，我听明白了，这根本就不是小两口的矛盾，这是两家老人的矛盾折射在了小两口的身上了，是这意思吧？是的。你看看这个家里是想结了婚了，反正我们就这一个闺女，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来吧小伙子到我们这儿来吧，然后再生一个大胖孙子，一家四口五口其乐融融过日子。那家打的算盘呢是我们娶回来的，你们得到我们家来，然后给我们生一个孙子，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的过日子，是这意思吧？是。你们俩挺为难的吧？对对对。你们俩之间没什么矛盾吧？我听来听去，我只是有时候发点脾气而已、哦、没有什么矛盾。对，你觉得他脾气大是吧？是的。他要不发脾气还算个好男人吗？是个好男人。你们家现在谁做饭啊？现在是他做饭。你做饭啊？是。就好好做吧，好好入赘吧。户口本拿来了吗？没有。行吧，四位老师，你们得出个主意，看怎么把户口本给拿出来吧。我们一起进入新氧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啊。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相爱而且可爱的一对儿啊。上来男生就说，问他说你爱他吗？说我爱他。女生这边无非就是纠结房子和孩子的问题嘛，哈，房子这个事儿，现在大城市当中70%的年轻人都是选择租房结婚的，因为我们首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有能力和条件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然他们家首先承诺我们然后又没有兑现是有错在先的，可是作为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苛责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拿不出就是拿不出，我们再怎么闹再怎么发脾气再怎么去要求跟他讲说你曾经答应我的事情他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努力的去奋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